您好，我是清公公，这是罗伯特6楼8号的房子的，前面挡住了，可是这边有阳光，可以出来阳光的，叫可以2点半开始进来阳光，现在就阳的，还有半个小时就敲到这里来了，然后看窗口、衣柜，然后冰箱是个收纳空间，空调、空气净化器。这个床，然后上就看一下，Loft 这么好的 Loft，这比如说这里沙发坐的沙发，就是沙发上的情况是这样出来的，沙发的情况，然后就看一下，水车、电磁炉灶、滚筒洗衣机、密码锁，行，鞋柜，这马桶，洗脸台，然后就这样分类的，当然一模一样的都是这样分类。这我们 Robert 上吧，Robert 上的，景观怎么出来看一下，很重要的 Robert 上的景观。这房子是这样的，都看到了吗？这是1米2，2个人床放在这里。Robert 上的景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他们健身房可以，晚上的夜景肯定很漂亮，健身房夜景很漂亮。这里可以放下一个床。也是一个人住，就是这样的。我是金公公，